OK OK OK， 好啦。哦哦哦哦，怎样？直接全部敲在我的盾上，要锵锵锵锵的声音。哎，骷髅。嘎嘎！对，对，我被电了，打了没用，就是这样才有用啊！哦、又在射，又在射，又在射！他脸上插了两发，然后爆掉了。哎呀，拿到了，好。时间到了，拜拜。雷电带，地上捡到了。嗨，成龙。是斩龙。还撞到了。哎呀。好了，这边先关台啦。然后想要继续看的话，可以去繁星那边，然后繁星在那个 FB 直播可以去看一下啊。嗯，最新观台，拜拜。阿布，阿布，重鼻骨，一个天灵呢？没天灵。那咱们现在呢？继续施套的，不吧？这是啥？瘴气的。因为知道瘴气要那个高一点才有吸血嘛。吸血，对。更换道具。那走啊，我们就去。去瘴气玩玩。对啊。可以啊。是要什么材料啊？那个什么残爪龙的那个要五等才有啊，还要什么四套龙的什么鬼东西的，所以反正就是瘴气那边要先升，我们才能去，我们才能升级巨魔之地参加。嗯，有鼓吹咯，可以。走走走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好。好了，杰超在自己探索，谁过来？节操啊，怎样？然后他自己探索那个巨魔。
节操不来吗？过来啊！我没有过来，就是看看他听不听得到。然后好像没反应。锤，对啊，我找到了，画布了，倍儿！忘记可以敲了。真是想不透哎、欸！没有啊，真是想不到哎、欸！拿稍微拿一下菜刀啊，对。到底呢？要红你早点红齁，你要红给你要说猫咪做事，
他回来了，那不是，那是你哦。一只狗，啊，是你哦。他是睡着了啊？没有，看错。哦，晕了，糟。各位拜。哇，从我旁边，从我耳边擦过。哇，差点就去了。好了没？毒够没？哎、欸，毒够了没？哈哈。他骷髅不是吗？还是我的幻觉？对不起。骷髅要哎。啊，好不，我要死，我要死。大家晚安。高，我怕下了，要哦。好啦，哦，蓄力还能射击，真的是很棒。哦，行了。人都很轻吗？灌屠龙，快走！好像没有哎、欸，那两个怎么那么和平？有白卡吗？就这样。
听着哎，不知道哎。没有。不行。不是。很没有掰，继续剁。骷髅狼，骷髅，骷髅，我再放一次吧。有没有争斗痕迹呀、啊？蝴蝶是哪只麦梨？我没看到蝴蝶在飞。对，不要跑！在同一个次元吗？有啊，这里有啊。有了。鳞片打击手，哦，蝙蝠啦。好，我去关心一下他好了。哎，哦，这一大尺寸。哦，探索一下环境。猛牛龙。睡觉。Nice 的大凶恶龙。对，这矿好玩吗？没好人。找人结晶，哦不，熊二龙，有吗？在哪里？打他！框到红色嘞！准备啦，又有那个了，引导的结晶了。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我挡住我挖矿，你好挖完。刚说，靠流氓！你混飞！哦不！哇，你们被！哦！为什么没有？麦子把我挡掉了所有的伤，那个为什么我没有？我这里有，这里有。哎，骨头蛮大的了。哎、欸，干什么？要盯呢、欸？挖了什么？我直接就进化骨龙，我走不开啊！我帮你挖，我保护你。换你挖，换你挖。我那里没有，我那里没有。哦。你这样玩这招蛮好玩的。事情哎，这蜘蛛能抓吗？可以，它在骨头旁边。总火石，哎，矿差不多咯。有吗？右上有出现什么吗？还没。目前还没有。
有了吧？出来了，我就在这里、啊。刚好这个，就出在前面，对、啊。好的。哎呀，你怎么？你不会找你撞？你不找你撞？哦，我抓到了，然后有拿到。我回去叫一只出来哦。好，我回去报告一下好了。走啊。无聊了。潜伏猪，你要我潜伏去哪里？大凶二，还是要捕锤龙？大凶二龙，凶二龙比较好打吧？好，引出，叫小鸟。Yes， 他竟然是叫那个硬邦邦的那只鸟硬毛秧鸡哎。哦，那竟然是用硬毛秧鸡去，哇！去引吗？对啊，好可怜，好可怜啊、哦！